桃园非常优厚的天时地利跟人和，是发展的快速最重要的原因，也是求财者今天来求财很好的宝地。当然要求财就要先投资啊，另外一个也是好的人才今天来应征，如果能够在桃竹苗地区工作，也是工作环境最理想的区域之一。桃园是我们国家的门户，机场建设蓬勃的开展，第一航厦大概九月可以更新完成，然后桃园县又有高铁，又有三条高速公路啊，不但一号的中山，还有所谓二高，就是三号的国道，另外一个连接的二号的这个国道啊，也在拓宽当中。那高速铁路，还有高速公路，还有各种纵贯线，也在这里纵横交错，提供非常方便的交通的环境。那国家正是蓄积能量，要迈向黄金十年的关键阶段，所以厂商来这里求财，会求到好财。我们的希望找好的工作的人，也一定会找到很好的企业。所以最后，我要用几句话作为今天报告的结尾啊。日进斗金赚大钱，守法重义缴税多，善待员工阖家乐，多加薪啊，多给他福利啊，节能减碳爱台湾，祝大家健康快乐，今天的求财增财的活动顺利成功，谢谢。